捐赠啊台南未来基金会，所以呢一定会啊未来啊不管是台南未来学校或台南基金智库，其实拢是期许啊未来推动台湾的国家正常化，未来追求台湾独立啊，未来台湾总统平反，未来跟大家到底打拼对不？啊，实在我本人也无啊顶端了哈啊，今年真无偌久。较浅啊，因为我讲啊，即、這个咱即个新台币哈，即、啊這个大家建议拢换新的纸钞，但是钞票是新的，顶头的印象是旧的，啊，感觉阁是蒋介石，感觉阁是孙中山，连红白顶头，啊，所以我讲一元复始哈，没有更新，啊，所以希望讲来啊，新的一个啊，即、這个委员会来改变啊，顶头的即个设计。大家来到我们的商场，好，阿康兄，金融水也好，云豹，十五，在顶头代表台湾，意向的文化啦，这些东西，结果刚刚受到阿妈爷吼，这个规定，好，我想讲，前年某类事情是我提案被废除国务一项时阵，迄阵嘛是，都刚刚拢是拄着国民党在主席哈，前年是国民党包装主席。啊，所以蔡正元干嘛，洪秀柱干嘛，连国台办的记者要打他。啊，迄个时我感觉啊，小可是周子瑜来管。国台办是从来唔捌针对个别单位，啊，来出声来批评的啊，所以嘛，正好啊，有请个对马的哈。啊，所以啊，其实啊，拢是想着讲，其实今个领导当来好，因为你看你。东海好，那个愈来愈少人伫住着这边，我感觉很对。所以啊，为前年的这个废除国一项，甲今年、甲今年的这个新钞的这个些诶啊做法、想法，其实拢是讲啊，虽然想要创造丰碑，维持现状，但是咱。啊，一点嘛是要有人虚实来做这个工作，不管啊哪样啦，广告办大声，还是甚至那比较东来的人有办法的声音，我相信可能会继续坚持。啊，回头先啊，实在是咱大家做读书的啊，嘛是影响我啊，加我一个人吼。大家可能会记得讲，上早就是真人节目，你人叫做赵少康。以前是台北市的，所以呢，当然是讲有为者必有之，好百姓就有机会嘛来主持这段节目。但是当我看到咱老先主持台湾新乡是伊个户外开讲，看到伊个口才，看到伊安尼啊领导专长的伊个魅力了，我想想，我也是等来做议员安尼较好。所以，我主要就是咱当地来主持这个但是要搁一个叫上尾吼，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如果金老师讲这个因三个假设伊讲三个代表三个不同年龄层这个时代到底在纪念这个古道生吼，我要甲大家报告是，我是红皮衣的时代，我搁讲你两个，你来老掉牙怕啦。再次吼，代表不然单独欢迎大家参加。啊，对今天的这个场所较细吼，啊，大家有要爱徛，有要坐地板吼，感觉歹势吼，祝今天的这个活动顺利成功，全部就是讲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感谢高志鹏委员吼，高志鹏委员常常去参加这个会议的时阵，人讲阿伯你好，高志鹏来无来？这个如果高董事长选新北市市长，凭你刚才这番讲话，我有票投给你。好，接下来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的贵宾没有办法来，所以他们呢，写了一些文章，我在这边简单的代念一下。另外，我要补介绍郭盖萧哈，花西耶护中平里林秀霞女士，林副总经理。还有908台湾国的朋友，谢谢你们，好几位好。
都是为这个汪默姑纪念文集写的文章的。今天他们赶不过来，没法发言，所以这个稿子由文正先生念一遍哈。这个包括这个陈菊市长也写了悼念文章，包括赖清德市长也写了悼念文章，包括台北市现在这个市长柯文哲先生也写了文章，包括这个高素民牧师和他太太，他们两位写了文章。高牧师身体不是太好，而且好像对电脑也不太灵光，用手写吧，我很感动，他也写了文章。尤其包括这个我非常敬佩的，在台湾做出非常重要贡献的，就是前总统府资政1996年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彭明敏先生。彭先生也写了文章。我还跟这个彭伟说哈，我说最好不要请彭先生来，他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还能住那么远，而且这种追思会啊追悼会容易使人伤感，可是彭先生一定坚持来参加，我非常感谢，非常感动。那1964年 距离今天50多年前，彭先生和他两位学生就发表了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就提出来中国台湾一边一国一中一台铁杆事实，那不是前天，不是5天前，53年前，1964年。今天国民党拒绝，今天恕我直言，在座有很多民进党的议员，民进党也不敢那么大声喊。50多年前，彭教授喊出来一中一国、一中一台铁一般的事实，而且提出来要拒绝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台湾人走一条自救的道路，是不是有勇气？有人写过，你是3年前写过文章，你今天看看，一般都会过时了。那个时代，那个时空时代，可今天你看看这个自救宣言，完全没有过时。我在以前演讲说过，跟美国那个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一个水准上、一个高度上，强调台湾人民的权利，而且不仅提出来了一中一台，不仅提出来拒绝国民党推翻共产党，台湾人走自救的道路，而且提出一个15个字的台湾方向，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对不对？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昨天，不是5天前，不是一个星期前，53年前，1964年，彭教授就可以这样远见，这样勇敢喊出了台湾的方向。今天国民党拒绝可以理解，共产党拒绝可以理解。今天民进党如果不走这条道路，变成小国民党，我们就惩罚民进党，用选票选出真正代表台湾人民的政党，对不对？许家清立委在这里，你也是国民民进党，也什么职务我记不清了，反正很高级的职务。希望把今天的话，传递给这个蔡总统听到台湾人民的心声，让他听到53年前彭教授提出这个方向15个字。我再强调一遍：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许家清立委。人家就跟你说，知道你要见他，他先走。另外就是，我就不请彭先生上台讲话了啊，这个台阶也不高，那请文正来讲。文正因为他是个语言专家啊，这个台语啊、客家话呀、日本话呀、美国话呀，今天川普来贺电他也不讲啊，安倍来做贺电他也不讲，你不像我就只会讲北的这个台湾话。哎呀，我有尝试打电话给川普，但他都没接。其实讲到彭教授，我常常沾他的光，大家都陪告学陪告学，然后我都陪告学，我在底下慢慢的高兴，我就开始在讲了。我高中，陪告学的三岁中统，你党籍，这个陪告学党籍的算。我帮你掉头算，我帮你掉干净的头算，一波一波来哦。我现在呢，来这个列一下啊，彭明敏啊，彭教授的文章。那我把最重要的这个精华把它摘录出来哈。彭教授说，人生无常而无情，他终于被迫太早走完这条不可避免的路，无奈仰天服累，台湾失去了一位彻底认同台湾、热爱台湾、
为了台湾人权勇敢强力的代言人了。要找第二个汪邓湖实在不易，只有以满腔不舍的心情告别怀念他了。愿他在天保佑台湾，谢谢。大家为什么不请彭先生上台讲话？他不会卷舌，这个讲北京话很困难，他会讲流利的日语，讲台湾话，所以我没有不要为难他老人家。那个，我觉得常兴有一句名言，真的有一句名言，他在我们节目中讲过。他说他跟他太太来到台湾以后，发现国语讲得越标准的人心越坏。那我就跟他讲说，下次记得要讲有例外啊，有例外，有例外，偶有例外啊。好，现在陈局市长哈，啊，有记者哈，他说最令我感动的是，邓湖兄不以他在大众传播上的影响力自满，而是借此在节目上替农民找出路。无论是下乡采购有机米，替农会行销毛豆，或者是协助欠收的果农，只要台湾农业有需要，他就会有他奔波的身影。我们知道他都是以行动来实践对台湾的深厚感情，我们由衷感谢邓湖兄为台湾所付出的一切，你将继续为台湾前途努力，祈愿邓湖兄好走。到了一年级，软先店啊，软中统哈。他说，因为他对本土文化的热衷，信德还曾邀请他担任台南市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对我们强化台湾主体性有更多更大的帮助。汉金家洛克诺基球基亚代代团哈。有错吗？呆呆瓜嘛哈，笨话哈。对，邓湖兄虽然离开我们，但是他树立的模范将更推动台湾，更多人为台湾发声，让台湾成为绿色和平公益的国家哈。拉千店哈，拉起店。接下来是高俊明牧师跟高李丽珍师母。邓湖兄匆匆离我们而去，我们因为痛失一位战将哀伤。他一生为台湾同胞竭尽心力，以他的财力、能力跟智力来为台湾努力。相信那位爱他的天上的上帝，看到他忠心与无私的付出与他那美好的家绩，邓湖兄的人生不尽都顺畅。他成为基督徒的年岁也不长，但他为台湾社会的付出无法数算，实在无愧是圣法兰西斯祷告文中的实践者。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主啊，使我成为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让我过下爱，在创伤之处过下宽恕，在怀疑之处过下信心，在绝望之处过下希望，在悲伤之处过下喜乐，在黑暗之处过下光明。神圣的主啊，使我少求被安慰，只求安慰他人；少求被了解，只求了解他人；少求被爱，只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施予中我们得着，在宽恕中我们得宽恕，在死亡之时我们进入永生。阿们。邓湖兄现在已经在天上上帝的怀里安息了，我们盼望他的遗族们也能领受由神来的安慰，跟随邓湖兄一同走上这条永生之路，享受来日在天上永远的相聚。安息吧，邓湖兄高俊明、高李丽珍敬晚。接下来是柯文哲市长啊，因为他那个还没有平反萧小玲的案子，我念短一点。感谢邓湖兄精彩的一生带给我们无数启发，感谢邓湖兄带头感言，让我们不再沉默。人生漫漫，终须告别，愿邓湖兄安息，愿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共同寄望成真。台北市长柯文哲，谢谢。接下来呢，还有一位我们台湾公的建署哈，自由台湾党的党主席蔡丁贵蔡高师。这个蔡主席几次进监狱啊？因为他要把蒋介石铜像移走，刚刚从监狱赶过来。谢谢蔡教授，谢谢。另外，我特别想说一句啊，柯文哲市长，我约的稿子，参加这个写这个汪孟湖纪念文集。
一般这个市长我以为他会这个应景的找秘书写一下，结果他那稿子我能感受到是他自己写的。他从医生的角度，我多少次看到人的死亡，谈这个汪某湖当年多么大胆的感言，他对他的教育就是感受。他说今天我敢讲话，受到汪某湖台湾新生的这个感染。那篇稿子起码给我的感觉相当有一份台湾心，也谢谢柯文哲市长。谢谢。我们现在所在之处是台北市市政府的市议会。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行政院长尤锡坤，尊贵的啊，而且是当地的李来主席，来掌声，欢迎各位。